太琴是 Boston 178。当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很容易可以给我带出我的想要的情绪，让我感受到一种声音的共鸣，而且声音非常温暖，富有歌唱性。我是周韵，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，现在旅居新加坡。那么我常年呢在中国做巡演大师班活动，那我现在在新加坡也是一位钢琴老师。那么在我演奏这台琴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更容易带出来我要的质感的音色，那例如就是我今天弹的是肖邦。肖邦最重要的是歌唱性、连贯性，它很轻而易举的能带动出来我的情绪。发现他的声音可以媲美斯坦威三角琴。那身为钢琴演奏家，我认为拥有一架三角琴是专业人士的梦想，也是他最好的一个利器。在演奏三角琴的时候，你更容易感受到那种音乐的魅力。